这个塞逼，哦，跑走了，跑走了，绕跑了。你要不要闻一下自己的手？哎、欸，我还没有什么东西来，这个是那个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今天把你们约过来就是？我不知道哎。第一，不用叫我无聊。我知道你在旁边，也不用这样。第二，我无聊到想到一个计划。你看、哦，你加入我们韩秋草经济这么久了，除了身高跟大腿没变以外，其他都有成长。那再来就是这个韩秋草日记的传统是什么？洋娃娃。对啊，怎么说？我们今天也要验证一下你到底行不行吧？两年呢、欸，两年呢、欸，因为我们有101的期望，对，我就挑战101千台。对。看老板的优点是什么？就是随时随地可以call员工在放假的时候出来陪我。可是别人的冠老板都很帅，像酷炫。其实我也会差哈。101分钟内清一个台，台主哭哭，3000块的成本，一人3000吗？没有，合起来3000。以前我们在清台的时候，1000块钱，直接叫台主。人家说什么10元4甩，20元4爪力，30元啊准备出货。如果一个30块就出货的话，1000块的话有66个左右，66个。66，好爽！假日把员工们都叫出来的，你看这么多人，包含你也是，他也是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都单身。你们都单身哦，好悲催哦。天堂 M 中近战逆袭，101新台挑战开始。我觉得应该要先投个几个试一下。你教我一下，你不要冷眼看我。张迪啊，你先基础的顿转什么都不会。你先教我一下嘛。顿转都不会。前后甩，前后甩。What the fuck？ 为什么？你很夸张，我刚投了60块，你10块都出来了。哎，真太奇怪。宠物无法成长，不可挑，先把前面的拉过来。对，要输了，来，差一点点。帅耶，很帅，愤怒的离场。我大概有稍微抓到一点东西，再试一下。不是，你为什么突然有这两把？哎，等一下，老板，你们不是在夹娃娃吗？啊，怎样？我玩得正开心呢。知道青台很辛苦，都不用爽一下呀。青台挑战啊！看来我们只能使用那一招了。双进站逆袭！啊！好。哇！出货了！难道这不是双进站逆袭的力量吗？对啊，先是连假，端午连假，我在这里跟他耗这个娃娃机是在干嘛？老板的力量，我
出来，下次把员工们都叫出来。我要想办法拉到前面来，不然出不了。没力了啦，这会头痛死人哦。倒下来，倒下来。我知道了，不好的位置我们先把它夹到一个墙位，他们所谓的调整位置。这样哦，这样它的爪力跟那个弹性系数以及那个摩擦系数都有关系。对对对对，真的真的真的。然后还有温度啊，会对于那种原子啊。我还有30分钟。好，可恶，这30分钟我要怎么逆袭成功啊？不然你再喊一次那个招式。你看，你刚喊完就有一只哎，双镜扎鼻屎，屁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真的假的？双镜扎鼻屎，哇哇哇！太强悍了，你有看到吗？可以，依照我这个速度的话，应该是可以出得完的。不是还有球吗？你们都单身哦，好悲催哦！我要终结掉它，我距离成功只剩一个。我真的是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，就是给我一个大大的赞。他到达了一个我觉得遥不可及的地方，现在有点不爽，我想干点事情。我想让他闻闻看这世间最凶恶的东西。你要往哪里跑？跑不掉了吗？三二哦哦！毁灭超能！这是我的绝技，昏迷超能。人家为你发过一轮。而且昏迷超能起来了，通过刚刚这些技能的加持，我们都大大的提升攻击力，还有这个生存的续战力。想跟我们一样又耐操又抗压性强大吗？欢迎大家加入天堂 N 骑士与黑曜的阵营。是。卡洞全清，重点是没有破了，不然通常这样卡洞，我们就是把它投到宝，然后一个一个叠上去，叠上去，叠上去。现在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臭手啊！这个很重啊，我出不来。你会怕、啊？那真的好臭！我刚是认真反胃。老板，老板，我来了。阿米，卡蛋哦。哎呦，卡洞。卡洞，怎么办？通常这个情况，我手一拉，它就出来了。我好像碰不到它。在上面一点，再顶，往上顶，顶那那那那哎哎哎呀！有应该在101分钟内吧？有吧？有。剩3分钟多。赞哦。好玩。好玩，3000块就清完这些。重点是我们今天还接了很多技能。对呀、啊。然后以后不要在娃娃机店玩水印，有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，你现在可以看他。哦。我说廉价好像真的。哎、欸，那你等一下跟他说是在地图展新选手。哎哎哎，讨厌讨厌，你太久了吧？
我从水里来啊。水里。哎、欸欸，那个等一下，我们现在防疫期就要先消毒。好好好，你先自己消，自己消毒。来，这个欢迎拿，欢迎拿。夏乐炎炎，请你们吃饼。这榴莲口味的。啊，对啊，榴莲口味啊。你要不要闻一下自己的手？哎、欸。我还没有什么东西来，这个是那个好凶手哇，哎，你们不要走，不要吵，也认难，哎，超臭的。是时候上场了，感受你增强的力量就是现在，每次袭击瞬间都是前所未有的威力。黑妖骑士双近战传说逆袭全场，立即登陆天堂 M。 Fuck this shit I'm out、mm-hmm. Fuck this shit I'm out No thanks Don't mind me两年了，两年不见了，一见又要整我。我想说，哎，为什么我才刚停好车，然后就有镜头在拍？哎，快点啦！哎，很臭哎，那怎么办啊？这个真的就很像你在擦屁股，然后擦完闻一下那个味道。不要啦！我好喜欢他这个反应啊！整集用越野车，然后拍右右的脚脚，右右的内裤没有很好看。